现在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节目中呢，咱跟大家来谈一个话题呢。这个话题就是，当咱讲过足侪先知的故事了后呢，咱专门来针对先知这个角色，咱来揭开伊的奥秘。为什么要讨论先知呢？因为我感觉现代人哦，愈来愈迷信哦，啊，愈来愈想要了解要安怎得到这个超人的能力。所以我感觉现代人哦，应该照你讲，科技这样进步，咱应该是愈来愈理智才对嘞。但是说颠倒，无同款，说倒头变。哦，咱这么科技这样进步，但是咱人的迷信愈来愈严重。吼、哦，这嘛个足侪这个，人讲除了科学中医以外，这嘛也有足侪科学迷信。比如讲什么，比如讲什么，穿什么款的色彩的衫会改变你的命运。吼、哦，我看这嘛电视啊，足种。这个广播然后传播上，拢有足侪这种的节目，所以好像像咱人吼，愈活呢愈挫折感，愈活吼未当解决的问题哦愈侪。虽然科技进步，但是咱虽然拿着手机，咱确实无能力来解决咱人甲人之间的沟通的问题哦。手机是安尼讲无唔对，但是咱人甲人，敢无法度讲手机的时阵，代表意见无法度一致呢，无法度。虽然咱即摆无人机真进步，交通真进步，交通真方便，但是好亲像无法度改变咱人甲人之间的这个距离的问题。所以我愈来愈感觉，莫怪伫旧约的先知内面有一种角色叫做先知啊。啊，咱讲的先知唔是讲圣灵先的弥伯先知，专门咧讲圣灵讲的先知啊，唔是吼、哦。咱所讲的这个先知就是讲，好亲像伊会指引人一条路来行。这个先知在旧约的时阵，伊的角色是真重要。啊，当你啊听老三的节目，安尼听个这么久啊，看个这么久啊，当然你啊加减会了解。旧约的时阵，上帝有派真侪先知来传达上帝的意见，所以伫迄个时代需要先知，即马这个时代嘛是还阁较需要先知啊。咱若是有去教会人，你就知影讲，即马教会请一个聚会嘛是咧讲，哦，咱某某人、某某牧师，迄就是上帝差遣的先知。迄敢那袂输先知这两个扛棒人个挂落去了吼，咱咧大家对伊个尊敬吼，爱提升几落分啊！啊，咱若唔是教会内面的朋友，我相信你伫外面咧行，冇足侪即个性格，冇足侪足侪咱所尊敬的人，咱感觉讲，即个人好亲像比咱佫较伟大。所以到底先知这种个角色，伊对咱人个心理，对咱人个社会有甚物款的影响？来，我想这需要咱好好解说。当然，咱一定也最后都爱说明啦。到底圣经里面所讲这先知的人物，甲咱现代咱常常讲这大师，到底有共款啊无共款？哦，这一定要做一个说明。要那无咯，咱即马这个时代，满世界拢专家，满世界拢高人，啊，到底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？到底什么款人是值得咱真正来信任？啊，什么款人实在讲起来，迄个敢那袂输骗子共款？我想咱一定爱家己爱有一个分辨的一个能力，吼、哦。来，咱先来讲，讲为什么圣经内面会出现先知的角色？先知是安怎来的？这个道理呢，我来讲，足简单嘞。你若翻开圣经来看，起初上帝是直接对人讲话哦。上帝甲人之间起初呢，无任何结合。上帝若要讲啥，咱人就听到啥物。人讲这天人之间呢，是真通嘞，哦，沟通拢无问题。但是慢慢，自从咱人犯罪了后，自从咱人感觉讲我用我家己的意见会比你上帝意见佫较好，这叫做分别善恶修啦。也就是咱大家已经听过几落拍片的故事，迄下我去食迄个果子，迄个果子叫做分别善恶修。当伊食了迄张树的果子了，伊感觉讲，什么代志对，什么代志唔对，我家己会处理。哦，我唔免听你上帝的话，我即摆已经大汉啦，我唔免听你的话。所以自从咱人无需要上帝意见，感觉讲我无需要你啊，我靠我家己就会使啊。自从咱人类无法度搁再来听上帝话语了后，迄阵呢无法度啊。上帝只好呢派人甲人来讲话啊。你讲安尼，上帝真出色，感觉唔是？安尼讲起来，上帝嘛真憨笨啊。啊，上帝要甲咱讲话讲无，只有派人来讲，唔是？上帝要直接甲咱讲话，当然会使。上帝随时会当对咱讲话，圣经内面有记载足侪所在，迄拢是上帝对人讲话哦。
但是当上帝对人讲话时，咱人无一定听有。我举一个咧，在新约圣经的时，你知影有一个足出名的人叫做保罗。这个人原本原来是无咧信的，这个人原本看这信上帝的人感觉讲真迷信，所以伊对政府有申请有一张的证明，这张证明就是讲伊有权利将这个信基督教的人抓起来，抓起来审判。因为这群人传播谣言，什么谣言？讲耶稣对世人讲话是谣言，哪有人对世人讲话？世间无这个代志，所以伊唔相信的。所以阵伊死去拢掠这个信徒，但是有一日，当伊准备要去掠信徒，行伫路顶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上帝甲光照啊！上帝甲光照讲：保罗，保罗，吼、哦，你为什么要来妨害我的工作？你啥都要甲作对？当上帝在对伊讲话的时阵，圣经记载讲，其他的人拢完全听无，唔知咧讲啥，敢那听到秘书，敢那单雷讲轰隆轰隆迄落声音尔，但是拢完全无听到啥物有意义的话。但是保罗无同款，上帝对伊讲话的时阵，就独独伊听有，吼、哦，伊听甲真清楚，所以甲上帝沟通拢无问题。但是其他的人伫边啊看的人，敢那听到迄落单雷讲轰轰轰，安尼尔。所以可见，不是上帝不跟咱人讲话，是上帝跟咱讲话的时阵，有时阵咱听无。哦，上帝的声音就对了，不是这个世间的声音啊。所以上帝讲出来的声音，可能咱世间人听起来，只不过亲像咧单雷公听到声响，但是你唔知啥意思。这是一个咧，在圣经其他的所在也有讲，讲当上帝咧对人显现的时阵。好，阵起风台安尼啦，哇！闪电雷公啊，声音真大声。我然后山崩地裂安尼，拢会摇，敢那地动同款。我上帝咧对咱人显明是真简单啦，但是问题就是讲，上帝将伊的人光对咱显明了后，咱敢有法度了解上帝？如果上帝那从一阵风安尼扫过，扫到你变过，你爬起来了，你敢就体会到上帝的爱吗？我看是没啦，所以上帝为着要跟咱人沟通，上帝为着要让咱人有了解伊的意思，伊就决意派先知用人的话对人来讲。一方面是因为惊咱人无法度理解上帝，另外一方面因为咱人拢是有罪的人啊。哦，你讲咱人敢拢有罪？当然是有罪嘛。咱世间任何一个人，伊敢讲伊拢唔捌做唔对代志吗？世间有任何一个人讲，伊拢唔捌讲过唔对的话，讲伊拢唔捌动过无好的念头，世间无一款人。所以圣经内面真清楚来表达，讲世间人拢总是有犯罪人。所以呢，上帝咧对咱讲话吼，因为上帝是无罪、圣洁的，啊，咱是有罪，所以上帝呐对咱讲话时吼，咱挡袂掉，吼、哦，咱挡袂掉，想过光啊啦，上帝是光啊，上帝咧甲咱光照的时阵。咱因为光照着咱的黑暗，咱未堪接，所以上帝伊就要直接对咱人讲话啊！啊，所以变安怎，就派先知来讲话啊！就上帝算是个代表。当然，这个过程中间，你就会问啊：啊，为什么上帝对伊讲话，上帝那无直接对我讲话？这当然就是看你个人对上帝刻薄的程度嘛。你若个人拢无去刻薄上帝，上帝想那么对你讲话呢？来，咱阁记一个咧。圣经内面真出名一个先知叫做撒母尼撒母耳。吼、哦，这个撒母尼自足细汉的时阵，伊伫圣殿内面，迄阵有一个老祭司叫做伊利。吼、哦，伊利撒母尼甲伊带做伙，结果上帝要对人讲话，上帝要拣选先知为伊来做工课，上帝要拣选一个先知专门为上帝来宣布上帝啊要对人所讲的话。上帝竞选什么人呢？竞选撒母尼。撒母尼伊阵才一个囡仔尔呢，上帝呼叫伊个名。但是上帝是安怎无去叫这个伊利个名？因为后来你若看圣经记载，你就知，因为伊利这个人已经老糊涂去啊。伊虽然是祭司，但是伊两个囡仔竟然去偷摕圣殿的物件。老爸是祭司，啊囡仔做贼。迄个敢那秘书讲，即马一个人在做牧师，因囝去教会奉献时，我共偷提钱，共款迄个意思呢？安尼看离谱无？所以虽然迄个祭司，
因为那个积分，照你讲，上帝对伊讲话，但是因为伊已经糊涂去啊，伊对上帝迄个敬虔的心已经无去啊，颠倒上帝看一个囡仔，三摩尼一个囡仔足单纯啊，所以上帝就糊掉伊，糊掉三摩尼为伊来做工作，所以后来三摩尼真正做一个伟大的神子啊。所以咱透过这个故事就了解，上帝无凊彩敬的，上帝是看什么人对伊有心。上帝是看什么人心单纯，所以咱人看人拢看外表，哇，这个官啦，吼，这个正路，这个正缘投啦，吼，这个看起来就有影，敢那亲像真有能力的人，吼，这个看起来一表人才，啊，咱选一个好啊。但是圣经唔是，圣经内面敢那讲，上帝看人是看咱的内心的，唔是看咱的外表啊。所以上帝看咱人的内心，但是这咱都看袂到啊。所以上帝拣选什么人，这上帝有伊的看法。这是咱一般的人看外表看不出来，所以上帝就会拣选一挂人，拣这人出来创啥呢？拣这人出来将上帝意念来讲给咱人听。哦，因为只有人甲人的沟通，咱比较较会当接受。嘿，就敢那秘书讲，你若要对你的青年囡仔，你的囡仔如果若拄青少年，你想要甲讲啥物话，有时阵咱就爱透过同年纪的人，哦，你爱去探听，讲啊，阮囝最近恁这青年人是拢咧耍啥？恁拢看啥物册？你爱了解嘛？了解这青少年人这种青少年时期的特征。你讲你来问我老三，歹势，我可能甲因已经年纪差真侪岁啊。所以你爱问啥物人？你爱问阮教会这青年人。哦，你若问因，因同年纪，同年纪的时阵，因自然因就有法度通沟通啊。所以呢，上帝啊派先知甲咱人来沟通。但是不是讲上帝跟咱讲未通，不是迄个意思，是上帝体贴咱人的软弱。哦，就敢那亲像爸母，伊要讲的话，难道伊要讲啥，伊唔知吗？伊知，但是伊顾念着讲，伊这个囡仔是青少年，咱若甲伊讲有压力，啊无咱叫一个同年纪来甲伊讲，伊听较会落。哦，这不是讲咱无这个能力，是咱有法度通了解伊的思想，咱有法度通了解伊的心，所以咱自然。我若有了解青年人，我会叫一个青年人去甲伊讲，吼、哦，安尼代表讲咱真了解因啊，因为因这个年纪吼，同年纪的人是上较重要的人，所以上帝嘛是体贴就对了，体贴咱人，无啥爱直接听到上帝讲话，所以上帝呢，找见有先知对咱人来讲，吼、哦，啊先知迄个有人性，啊对咱人来沟通，这一切咧证明啥物咧？证明上帝是听世间人的一个上帝。证明上帝不是一个暴君啊！但是既然上帝派这个人来，安尼这个人是不是有时会有这个超能力？会未卜先知的算命，会知影未来的代志呢？咱休困一下，等下来讨论，看到底先知有什么款的才能。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，来，今天呢，老三的节目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说，咱人活在世间，咱都很渴望自己，是一个比人较优秀的人，比人较厚的人，比人较巧的人，比人较水的人，比人较缘投的人，比人较好业的人。意思就是说，咱人就天生就愿望说咱赢人就对了，赢人。所以呢，咱人会很渴望可以遇到这些厚人呢。所以武侠小说里面的主角就希望讲，家己会当拄到一个武艺真高强的人。啊，咱一般的人就希望讲，拄到贵人相助啦。读册人希望拄到一个好的老师啊。生理人希望拄到一个好的头家啊。哦，咱拢是希望讲，会当拄到一个贵人，甲咱帮忙，互咱成做一个更加优秀的人才。这咱人内心的一个渴望。所以呢，如果咱人若感觉讲咱家己比人较差，咱自然会对这个世界会产生一种的反感啦。吼、哦，你也感觉我平平好脚好手啊，啊是安怎？咱逐日为着食饭，而且无闲到要死去，咱而且上班赚到要死去，赚一个拄啊有够通食尔。啊是安怎？别人也无比讲，无讲比人较巧啊，别人也无一定讲比人较缘投啊，无一定讲啊比人较优秀啊。是安怎？人我都赚大钱，因为赚钱这种物件有当啊。
足歹讲个啦吼，甲聪明智慧无一定有关系，有时阵是甲机会有关系。拄好呛死，伊拄到一个赚钱个机会，拄好伊好运，这条钱伊赚有着，安尼可能人一世人安尼食啉拢用袂了，有可能无？当然有啊，真有可能是安尼啊。所以真有可能是一个人，伊个能力比人家差，但是伊个做物比人家好。啊，这个情形就会造成足侪人心中会真愤慨，会真不平。哦，会认为讲啊，咱两个平平是这个情况，其实我的能力阁比你较好啊，我读个校比你较好啊，那我的成绩比你较好啊，那阮家的背景比你较好啊。啊，为什么你今仔成就比我较好？哦，咱就足气啊！啊，咱就感觉家己那像这个世间感觉足无公平，家己好亲像受到足大委屈啦。所以，这个受到委屈的人，伊就有可能。那个悲观的人可能去自杀，啊，比较呢，唔是只悲观的人，伊呢个性较激烈的人，可能也去放火、纵火，哦，去放火讲烧人的事，啊，是讲伊可能去伤害这个社会。虽然看到讲人活在世间，咱真歹接受讲能力比我较差的人成就比我较好，安尼代表什么？代表讲咱每一个人拢足唔忙，讲家己是一个足牛的人嘛。所以这种的心理背景之下，当然呢，如果有一个人一出现的时候，跟你讲伊是先知；如果有一个人一出现的时候，伊有法度做一寡你做袂到的代志，咱一定叫吸引去嘛，一定的嘛。哦，所以咱加减会跟随这个人，就是讲有个人伊有超能力的人，有个人会晓看未来，那像西洋，是讲会晓看一粒水晶球，哦，迄增加足长的有无？哇，啊，一粒水晶球，佫会庆恩。干冰伫遐庆烟，挨个那伫遐看看，呜看看，啊，对对，这个水晶球看到发生个代志，哎，真个迄是假哦，但是迄瞎说咯，你千万你莫吸到迄个物件哦。啊，佮足侪足侪正瞎说，咱就足唔盲讲咱家己有种个超人的能力，想有是有啥物大师手甲咱蒙一下，有啥物气功偌高深，啊，咱病拢会好。啊，想有拄到啥物款个大师吼，啊，伊。上一粒珠啊，咱挂，或咱一粒珠啊，挂落去了，开咱的运，咱拢期待这个物件。人先啊期待这个物件，就是基本上代表讲，咱对咱的生活有真侪不满，代表咱对咱的生活吼，对这个现实的社会，咱有足侪看未过的所在，咱感觉无应该安尼，甚至咱家己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，这个空间拢是代表讲，人需要上帝。代表讲，咱活伫这个世间，无可能完全公平啦，无可能完全公平啦。敢有影比人较拍拼、认真工作的人，收入比人较侪？无一定。敢有影做善事的人，伊若凡事凭良心的人，伊比别人还佫较顺利？无一定。也就是生命是这样无定，也就是生命有当时，你感觉讲，哪会这么无理？好亲像应该发生的无发生，啊，无应该发生，煞颠倒来发生。所以，使得咱人对这个现实社会，会充满一种挫折的感觉，感觉讲无应该，哪会安尼？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咱开始会追求信仰。所以，上帝管理这个世界时，针对这种情形，上帝敢唔免对咱人解说一下呢？当然，你嘛当讲伊唔免，伊是上帝，伊何必对咱交代呢？伊又不对咱负责嘞，伊也当唔免。但是因为圣经内面所讲这个上帝是一个公平的上帝，所以一个公义公平的上帝，伊一定会将伊处理代志的原则，伊想要讲予咱人知。圣经内面讲的上帝是充满了疼的上帝，一个有疼的上帝，有感情的上帝，一个真的爱的上帝，伊袂结点点，伊一定愿意甲咱人来沟通。所以在这种的情形之下，上帝必定会派一挂人，上帝必定会拣选一挂人来对其他的人解说，伊安怎样管理这个世界。上帝必定会透过一挂人，将迄个大多数的人唔捌想过的问题，也来讲我大家听。这就是叫做先知的角色，哦，也就是讲，因为这个世间充满了不幸。这个世间充满了矛盾，充满了痛苦，所以上帝有必要该派先知来到这个世间，将真理、将答案、将一寡咱人想无讲哪会安尼，
将这种情形来解说给咱人听啦。这就是先知的角色。所以这款的先知的角色来，伊要哪证明伊是先知？当然，伊也有一种叫做能力。啊，无我凊彩讲，人讲生理随好理类。我若今日我老三来讲，哎、欸，各位，我老三是上帝所派来的先知，要对恁讲话。哦，恁若想要了解世间的恶弊的人，来报名费1000元交我，安尼会使无？安尼袂使啊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上帝拣选这个身体，唔是为了赚钱啦。啊，如果若无一个特别的能力来证明，干那我用安尼是恶白讲，啊，是不是做上来叫我骗去？所以袂使。所以唔是讲啊，你讲你是身体，你就是身体。所以当一个人出面讲，我是身体；当一个人出面讲，上帝叫我甲你讲啥讲啥讲啥，请问你也先保留一下，你也先问讲，你用什么款的能力来证明？你真正是上帝所派来的。那古早皇帝时代，皇帝派一个人出来，派一个钦差大臣出来，伊嘛都可能啊扎一支剑，迄支剑就是尚方宝剑，哦，啊无可能摕一个圣旨，代表讲这是上帝，这个皇帝派来的。所以你若要讲皇帝派你来，你要有一个证据，同款啊。你讲上帝派我来，上帝叫我来讲啥，你爱提出证据无？当然嘛是爱啊。所以一名先知往往，往往伊就有超能力，会叫人对死来复活。伊会当祈祷予天落雨，伊会当祈祷了天山无落雨。有时阵先知爱有一种能力，对人证明伊是先知。但是这种能力是毋是也危机呢？当然是有。所以关系先知的奥秘，这是一个足趣味一个话题，大家都应该了解。才袂向偏去，不过这部时间到，想要继续了解身体的奥秘，咱讲阿袂煞，后一集继续收看老三的节目，多谢。哎，老三，你的心神不济，都念我听看卖咧哈。哦，小老三，你安尼念咪就要选立法委员啦，啊，即马佫讲甚物要做甚物算命先的啦，你现在一直足无坚定的呢。变来变去，一个创啥？嗯，佫怪我，拢怪你啦！我要来竞选，你著讲嘛，我甚物无良心啊？讲我这个人安尼哦，从阿歹囡仔大细，好，今仔日呢，佫听你讲这个神帝啊，我就感觉讲做神帝袂歹啊，我想要改行做神帝啊，做神帝，你要做神帝，啊，连咪就讲叫我讲我姓甚物的，啊，我是甚物做诶？哦，啊，什么我的生辰八字，这个神帝有什么关系？嗯，神帝本来就挑两千不下卦，哈、啊，专门替人咧定命，我咧干事安尼咧。哎呦，你是到底有咧看我的节目啊无啊？哈，你嘛甲差不多咧。你即马凊彩观众朋友问看卖咧，什么叫做神帝？神帝咧讲算命嘿哦？唔是啦，迄神帝是替上帝咧讲话呢。啊，拢讲过，拢讲过啦，啊。难得上帝未将未来代志讲话听嘛，啊，啊无那叫弥破先知咧。对，弥破先知就是讲，拢唔免来破卦都知影，因为拢上帝直接甲讲诶。但是迄、那个恶兵哪会当随便讲话你听咧，对无？迄都唔是咧报兵摆过。诶，你安尼对先知诶角色都无清楚，你都想要做先知哦？嗯。那不过有时阵无听人讲，这教会里面。现代神帝是安怎呢？哦，看未出老三你安尼，小老三佫加减有捌咯。哎，即马足侪教会拢讲啊，某某人、某某牧师，就是现代的神帝。敢那即个人位置佮铺较正悬吼。其实我甲你讲，神帝就是安那，将上帝心意讲予人听啊。啊，像阮做牧师的人，我嘛等于是现代的神帝啊。我做牧师的人，我嘛是将上帝的意思。哦，讲我咱即马即个21世纪的人听，安尼我嘛是先知啊。哦，哈哈哈，看未出来，安尼刘三你原来是先知就对了吼。哇，安尼我甲你讲话真正会较尊敬的咧哈。无啦，毋是安尼讲啦，就是讲你袂当将先知当作是讲无所不能的啦，袂使安尼。先知是将上帝心意讲出来的啦。啊有诶吼，伊算讲伊咧祈祷时啊，上帝会较开心。哎，咱讲，迄叫做先知，其实，迄是跟他讲，看你对伊的这个能力吼，
那个肯定你就讲伊是先知，啊，那一般的人无这个能力，咱就无个当作是先知，这其实是错误的呢。只要将上帝话讲出来，拢嘛叫做先知啊。啊，总袂当讲，我甲你祈祷，好，比如讲啦吼，来，小老三，我替你祈祷，啊，祈祷祈祷，哇，小老三，上帝甲我讲，你出来说，你福有缘，一定袂掉的，你唔好出来说。我安尼祈祷了，我安尼我叫做先知，我讲话你爱相信。但是我感觉安尼无啥好呢。我感觉那安尼的时阵吼，当然我承认讲有人有这个能力啦，吼，有人有这种的温素啦吼。但是你若教会拢在追求这种物件吼，我感觉都无好的啦。哦，因为这个追求了久了吼，你都对真理无兴趣啊，是不是？你跟他来找牧师，就跟他想讲，牧师你跟他祈祷，看阮囝会考掉台湾大学，还是考掉北京大学？啊，是要考掉哈佛大学，是到底都是经历来给他祈祷，到最后的时阵，无人要读圣经啊，嗯，啊，无人读圣经也无差啦，啊，圣经一本遮大本，啊，看到要变过啊吼，啊，那直接来祈祷，啊，你的先知呢，将答案讲我听，安尼敢是真好嘞，这就是错误的态度，亲爱朋友，台湾的教育安怎失败的咋，就是干那想要看标准答案尔，拢问老师讲老师。这题敢未考？那未考我读就读，安尼要来进步。咱读册是为着咱家己啊，不管会考未考，咱拢爱读啊。读圣经嘛是安尼嘞，读圣经是让咱会认捌上帝呢。哦，唔是讲啊，圣经这句有啥物意义？圣经这句内面有明白无？哦，这个态度唔对啦。将咱咧读书的态度提来读圣经，应付考试哦，安尼永远未进步啦。哦，我感觉咱基督徒吼，想法爱改变就对啦。啊，伊个开始讲伊个大道理啦！啊，反正我是感觉讲咧，做一名神医都要有神医个气魄吼。啊，像龙什么咧，啊，无啥个技能异常，啊，无啥物超能力，讲个咧叫做先知哦。我实在是啊，较歹接受就对啦。哦，各位啊，恁自我判断啦，嘿，这个叫做顽石啊，吼、哦，迄石头拢讲袂听啦，吼、哦。伊都一定要看到神迹奇事才要相信吼，莫怪伊要去算命，你要算命在哪算？各位，时间到，我要走啊！哦，啥物叫做神迹？你想我清楚？迄叫做算命先啊，神迹。再见。算命，算命，来来来，有人要算命无？一拜五十就好，五十就好，哦，我做看卖咧。